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享活享受生活的双木鹅。好，这个怎么打开呢？好，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它这个前端有一个尖尖的凹槽。好，然后打开之后呢，它会有那个铝箔纸保护住，对，然后稍微这样子按压一下，滑一下就可以倒出来了，直接喝也可以啦，我只是示范给各位看而已。好，来，我们把它倒进去，对，稍微把它打开一下。好，这个非常的浓稠，因为它这个呢有两种木耳，还有加桂圆、莲子、黑木耳跟白木耳都有，非常的浓稠，全素可以使用哦。每一罐有335毫升，没有香料，喝的时候呢非常的 good you， 没有那种颗粒感。除了水、黑木耳、冰糖、白木耳、桂圆、莲子，全部都熬好，帮你把营养都浓缩在这一罐里面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。